有 Hiko Willen 南宫恨如启清陈恩叔叔晚安，好开镜像，因为我有高云爵在后面，求一麦鸡镜像，这样吧。Hello 阿元人品君北元 JP。Sharon Jibberman 到吉吉 QK 两光小小鱼鱼晚安 Hello 阿华 Hello 肖Hello 家君，今天社交能力有回复吗？普通，但今天应该没有社交趴。刚开呀、啊，怎么了吗 ？Hello， 这边是刚开的。Hello 阿康 ，Hello King 哥啊 ，Hello 强森 ，Hello 石宇 ，Hello 怀 ，Hello 阿尤。今天换你社交的意思，请问什么？你怎么了？谢谢 QK 的枫叶。Hello 鳄鱼一乐俊泰北唐林山，谢谢谢谢怀的行李箱。Hello 阿哲 ，Hello 洛克，打完疫苗辛苦了，喝水去喝水。Hello 陈真，晚安。Hello 庆。庆怎么变咖啡色？为什么？哈喽洗洗工，哈喽新鲜柠檬，打完没啥感觉，是不是蛮多人这几天打？送咖啡色勾勾。哈喽徐阿北，谢谢新鲜柠檬的 pop cake。晚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只有遇到张爸爸。其他都没有。你也今天打算一支手可以用？对，今天有点太红了，不想动，有点废物，别动了，别动了。应该还好吧？明天吧，还是今天就有那个了，有药效。上礼拜十一点播。哦、oh, 对哦、oh, 所以昨天就是了吗、oh, 我没有发现呢。对我刚拿下来因为它好宽哦。Hello, 领黄浪客飞鸿亚麻路普惠香含笑半步癫冠杰古惑不想上班景庸蓝月 boss, 打完手不能举高。谢怀怀的 popcap。谢谢飞鸿还有浪客的幸运四叶草，谢谢飞鸿的真情告白还有行李箱，谢谢浪客的行李箱还有真情告白。心理因素至少有借口不用骂，哎，不可能吧。晚安 Hello 欢迎展示，应该变红色的了，可能要出去再进来。Hello 天凡 ，Hello 游戏 ，Hello 虫吃松，太红了，太红了，太红了 ，This 不够，哎呦呀，没关系啦，就这样吧。昨天不会出现狗狗，对哈 ，Hello 暗红。看一下我今天指甲又更薄弱薄弱了，你们看，太丑了吧！没有保护层就是会这样子哦。有了红勾勾 ，Hello 周大飞999明杰 Jeffrey 新衣服不是，今天是亚马套餐，对我现在播广告那是亚马 no 人气曲。2021 Hello 吾尊夜星辰桃尔戈斯袁思海儿佛山叶问 New
Rock 剑骨悬扬 R35。 我听新歌了吗？你说国王排名那首吗？有，我有听。没有，我现在在挑战手机的极限，就是我现在开着直播，然后还开着我的网络，所以随时可能会当掉。谢谢剑骨的枫叶。不是新衣服吧？有啊，听，好听的。哇！哇哇哇哇哇！差点说开始，谢谢 Hiko 的 Pop Cake， 谢谢庆的卡麦拉打 call。昨晚有出去社交没有？昨晚在房间追剧。我昨天在看《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影集版。Oh my god！ 我看到半夜，我直接大哭。我哭到不行欸，然后丈夫还在睡觉，他又被我吵醒，然后就又很想睡，可是旁边的人很吵，他就直接丢卫生纸给我，就很不想管，但是很吵这样。Hello 老沙，为什么好伤心？晚安，他没有吓死，没有，他就一直问我怎么了。然后他早上起来，他要问我：“你昨天在哭什么？”影集太感动了。哎、欸，很难过哎、欸，很难过哎、欸。谢谢强森的银白漫画，大家晚安。Hello Kimmy 36819643三双勇哥 ins 兔丝路苏云被瘟疫。到后进助力，大家晚安。手把脸不入流，大家晚安。我想说，我今天应该蛮肿的，而且我刚今天早上起来，我又看了，我又重新看了一次 BBS 上面的正义，然后觉得哦，好像也还好。然后我就又看了我刚刚又看了《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电影版。影集比较苦哦。谢谢强森，晚安。谢谢老沙的骷髅糖果。对，他想说在哭什么，前面为什么不出来？但我出去的时候他也不在啊，我有出去一下下，但他也不在。才不会嘞，才不是。隔天应该要请一杯饮料。对，他就累。但他每天早上也会吵我起来 ，OK 吧？肚子饿哭成这样。Hello show, hello the past is past. Hello 晴天包子哈女巫飞鸿，距离采购还有38场 ，OK 啦。谢谢勇哥的 NNSD， 谢谢亚妈路普的人气水晶蔷薇，真的漂亮。没有，只是单纯的画太红了。Hello， 呀吼！包子偷土仔，加油上班！啊，可是国王排名的画风我就很还好了。干，给你！今日阿嘎すぎて，てか目ちっちゃ，なんで？今天看起来很瘦，但是很红，为什么？没有睫毛，是吗？不觉得很空吗？绘本风就还好，不知道，再考虑。Hello 安德 ，Hello 727 ，Hello 玉花 ，Hello 玉超。今天有我今天吃了蛋饼，哇！今天心情很好，是我光打太重，可是我只有。嗨，我要这样是不是？哦，哇，柔肤 ，OK 啦 ，OK 啦。李晨喝水，还有谁？喝水，去喝水，大家。Hello 林果 ，Hello 小红。
修是赖西西吗？看起来就一脸西西样。哎，好开心哦！我没有九点起床，我中午才起来。但是就是有那种早午餐的店嘛，早午晚餐小夜店这店。Hello Google， 刚好喝完水到。Hello 玉桃桃桃桃桃桃桃 ，Hello 罗纳乌豆豆酱，开心，夸张，肯定的吧？我睡到中午，好烦。谢谢玉桃的幸运四叶草。哦，嘻嘻，啊，三个字比较顺，那你叫高嘻嘻。你叫李西西，林西西。Hello， 蕾蕾，谢玉超的告白气球。嗯嗯，今天很嗨，因为有音乐。对啊，我的心，这样子不太好。谢谢老沙的酷乐糖果。定的吧，哪有？好像林西西，林西西，OK 吧？林西西，李西西接受吧？你应该会接受的吧？托鲁对啊，托林托鲁啊，林托鲁这样。小西西，为什么不接受？我不要！没有啦，开玩笑。西西才不要嘞，搞不好姓张，张哎张西西。Hello， 嘉宏芋头，该取对啊，西西才不要嘞。林果帮我贴上，别闹，自己贴了取我，然后他要自己贴，别闹。包子，包子，包子不在，包子去上班了。哇！期待，私できないわ。聞いたことない。我只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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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耶！别闹！老沙是说贴图吗？贴图好像要会员哦。西西，这是我的新房间，最近搬了房间，换了房间，对，他要会员。别闹！哇，不要不要啦，大家不要啦！对，我搬房间了，换了房间。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看的，反正就是我办法钱，很贵的，大家不要做傻事。Hello， 西恩，摩埃摩埃恩，什么意思？我一直都有。哦，西西，我要跟你分享我的快乐天堂，但我刚吃了一个蛋糕，少了一个，给你看我的快乐天堂。我怎么有线？哒啦！哎，看起来很少，很可怜呢。顺便拿一个出来。对，物理搬家了，历史柜没有错。没有，蛋糕是能放抽屉，没有是那种，就是卖的时候就没有冰的那种蛋糕。少了还有多？哪有啊？对啊，我觉得很少哎，看起来好少哦，怎么办？我要去囤货。才没有少一半，才没有少一半。Hello， 阿龟雨熙，小强区的，小强区的，那也得是，哎，没礼貌。
不要，才不会嘞，不会吧？床下是蜜蜂，藏不了。床下只藏了两条网路线，还不够给某某塞养蜂哦。我也不够哎。对，天吃天堂，哪有又闲时啊？穿皮皮，哎，那个很好吃，那个剩一颗。兜空气的零食，嗯，可是我没有很喜欢兜空气的零食。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我没有很喜欢。张韶华很喜欢啦，但我最近还好。真的假的？好，我要加蜜蜂糖。对，不能送吃的，没关系，我要自己的。十才没有十分之一。Hello， 小柠檬，坤坤。嗨，没有，我还是跟法法一起。有蟑螂给法法抽，对啊，买空气送洋芋片，不想要。现在有一种油漆桶装的，真的假的？哇酷，感觉很容易软掉哎。Hello 阿六。加密码锁防小强也不错，有用吗？姐，哎，有粥有粥哦，有粥哦，你有看到吗？有粥哦，虽然是泡的那种，这个是燕麦，这里有，这个是粥，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好吃。但哎，我上次泡的，然后自己加了那个咖喱酱进去。就蛮不错的，这个就是可以不用加就可以直接吃，但是都还好，搜搜可以试一次就好了。麦提沙是什么？麦提沙是什么？麦提沙？哦，我很喜欢呢，为什么要躲你？吃的蛋液呀 ，Hello 建成 ，Hello Mike， 感觉你饿了，去吃东西，这是我的金沙，那个粥差不多多一种，会不会分类？就只有一个柜子吼，好吃好吃，要自己加料。很喜欢呢、欸，看来不久就有冰箱。你说这间房间吗？已经下单呢、欸，没有啦。Hello， 汪汪汪，好吃呢、欸。哎、欸，不行这样吧，248还好吧？248算少了吧？有多个柜子还得了？我没吃过，我不太会自己去买那些东西，除非我真的超级超级无敌爆炸想吃的时候。而且我也没有很喜欢黑巧克力，普通，太黑了吧我，太亮了吧我。Hello 云婷，配无糖绿茶吃，这样就不会。自己画公主冲击，怎么听起来很辛苦？那也是一个原因啦，其实。嘿，哎，西西，你有没有看这次公演？我很白哦，我超白的哦。二十几毛，约好到隔壁叙叙旧。当然没有，好的，我超白的啦。海底捞，想要海底捞？你在雪山上露营，好酷！哎，我好久没有去露营了，蛮想露营的。张爸爸，毕业后吃海底捞，可以讲吗？对，没白如意。其
其实我本来就很白啦，平常都是就是涂那个比较黑的粉底液在身上，就是假装自己很黑这样子，不然你们会觉得那个画面太亮，我要平衡一下画面的亮度。Hello Google， 哪有他哪有？哦，好吧，周日可恶。别吼大家做多大事，王家不是还要烤肉吗？Hello 建国，吃火锅还不如吃烧烤。哎，吃了，上次跟姐姐去吃，姐姐生日餐去吃了一间还蛮便宜的烧烤，最低有180左右，但加个服务费大概200块左右吧，蛮好吃的。心事 ，Hello 阿翔福福猫，晚安。哟，西门是不是有那个400块？你是白木，我是白哎。我没有，十年太久了吧？十年我要干嘛？我一直这样子吗？我一直这样子，我确定。别人毕业都在规划工作学，我在规划学业。宿舍吃快炒，哎，我们不要包了，都没有，最近都没有去吃快炒了，还要宿舍去吃吗？没毛病。Hello， 玛莎。我吗？我可是我的声音好吵，哎，我好吵啊，今天。十年也才25岁。25吗？不止吧，27、28，60不行不行，60岁跳梦之中会散架吧？宿舍比较容易吧？好像也是。好像也是，好像也是哎、欸。嗯，约啊 ！Hello， 安小嘎啦。开始？才不会嘞！看看本家都有到10年，确实是没错。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里毕业之后我们应该可以做些啥。就是以那个年纪，然后我们的履历上就只有 idol 的，我们可以干嘛？你们觉得呢？认真提问的 idol 服务业吗？好像可以吧，所以不知道。我应该是那个一般人。宿舍只吃快炒，大家一起吃快炒。Hello 芋头 ，Hello 红骨头。刚进的时候国，但是我们有重新签过约啊，从 TP48 变成 AKB48TP 这样子。Hello 同盟，毕业拍电影，毕业拍电影好。Hello 同盟 ，Hello 志强 ，Hello 太郎。晚安的，米娜唱完。创作歌手没有办法，开烤肉店，有想过进演艺圈吗？觉得不太行，看能不能去演戏，是去试过不少的镜，但是。声优，哎，声优很酷，但台湾声优偏，好亮哦，台湾声优偏少，通告卡，嗯，好难哦，晚安 ，this， 哦，对，但是本家本身就也有舞台剧了，好像我们也有舞台剧哦，可以出一下吗？我们家也蛮多会演戏的孩子啊。我们家有蛮多有天分的孩子，公司要不要考虑一下？
靠粉丝资助，哎、欸，不行吧？演戏、综艺、舞台剧、音乐、写真、旅行，台湾好像比较难。开蛋糕店可以，我就明天开始先去报名上课这样子。对啊，我现在在演艺圈了 ，Hello。吃播主也想，如果拍电影想当我的经纪人，麻烦你了。没有啦，现在还没有，现在是有的。谢谢四季的真情告白，还有行李箱。真的不知道毕业后要找什么工作，害怕极了。哎，真的不把毕业后代表学校也毕业了，你要马上找你的工作哎。真的不把加油。有，我有，我只是没有讲过而已。自己当创作，自己当制作人，创一个偶像团体，太难了吧？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吃快炒，你可以约啊。去好莱坞，太远了。Hello Jack，Hello 司机 ，Hello 之后，开蛋糕店会自己先吃吧？耶、yeah!。耶！张红宝陪我去考执照啊！没有人要陪我去考执照，还是我找我姐姐。我姐姐超会做蛋糕，她这几天一直在做蛋糕。哇哇哦！亲爱的姐姐，还是我现在问她。就在刚才8:04的时候，妈妈传讯息过来问我睡过头，妈妈才4分钟，不要这么紧张。天琪琪说她跟我试镜被姐姐夸很不错，但是就没有啊，就是应该说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讲。可能还可以算还不错，但是如果要去外面的话，我就没有我的戏啦，就比较没有我的戏了吧？啊，你都不陪我，你什么都不陪我？我不知道，但是我也没有说是的什么，但是就是总之就是有去过，你知道姐姐。Hello CJ1103， 妈妈比我们严格，对他们每过几分钟都要问我一次。哎、欸，没有啦。Hello， 今どんな話してる？え、ここから卒業したら何をするの方がいいのかなって。Hello 少凯 ，Hello 昆明 ，Hello 超哥，我要来问姐姐。亲爱的，要不要一起去上？那是什么？烘焙课，烘焙的课。我不要陪你上学干嘛？能讲的话其实蛮想听。七七讲了什么？我不知道可以讲多少。好的，可以继续磨练，继续努力。啊，我也觉得我很上相哎，自己讲，很崇敬演艺路嘛，我蛮崇敬演员的，其实说真的。而且有时候可能因为最近在班房间嘛，然后又会看到一些之前上课的东西，就你们知道我之前上课是表演相关的，然后就会看到一些什么剧本啊之类的宣传的东西啊，就会哦，嗯，哦，好酷哦，我做过这些事欸。对啊，是啊，去烤面包是很酷欸，他也没看。
希望他赶快回我。或是有想过不当偶像要做什么职业吗？不当偶像要做什么职业？很常问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一个答案。因为说真的，现在这个年纪，我们不当偶像，我们就是还在读书而已。何にでも挑戦するからいいね。まあそうだね。耶，好喜欢线上公演哈，好喜欢线上公演哦。歌手倒还好，我不厉害啊。啊，这是机器的全部，没说。嗯，那我就先算了吧。你自己不会考啊？你一直叫我考这个错，你怎么不自己考？回回，林果载我，怎么样都是你载我吧。没有，我不当偶像就没有绝歌娶我了。哦，哎，但如果不当偶像，我们会失去了蛮多东西。说真的，例如说你们，好可怕啊！我一直在想一样的问题是，就是我很想要当一个很酷的人，就是想做一些很酷的事情之类的。但是现在想想就发现，哦，我是偶像哎，我已经很酷啦，在干嘛？不当偶像可以成家，什么意思？太久没有实体公演出来，听到，对，我也是，就是，而且你知道我在我们组之前，我还先去帮 Sakura 代役。我提前听到了你们的口声，我害怕极了，很酷哎，有点就是太久没有听见了，好可怕。Hello， 对啊，很酷啊，我就想说，其实我已经算蛮酷的了吧，我为什么还要一直想说自己想要当一个很酷的人？Hello， 小强。对，会少娶很多人呢，有利有弊。全员忘记 catch face， 对啊，不是就是哦，就好哇，你们在耶，胆子有这么小，就是你们在耶，你们在，很还蛮想哭的。Hello F， 有感受到粉丝声音逐渐沙哑吗？没有，真的是没有。很酷的人，比如什么？比如，一时间想不到，出国留学之类的，张发发，酷家伙，不是游学。Hello Billy Zen。哎，庆，没礼貌。晚安，西西，艾比，做大事，真常开始笑，就是听到熟悉。你说我吗？还是你说你？我应该一开始就是笑着的吧。谢哈利的一封信 ，Hello Lolly， 就很开心哎，很开心哎，那个后台。那个准备出去的时间 ，Hello， 强森，晚安 ，Lolly， 就很兴奋 ，Hello， 李真，谢谢，有种哇，好久不见大家的感觉，希望我们下次还能见。十一月十二，我记住了，我念的。这是跳槽开始上面压力，真的很开心。没有，那个是彩排，那个不是正式。Hello， 有嘻嘻喽。礼拜六，礼拜六，礼拜六，
没想好我的造型。Hello 黑流星，很可怕耶，我们要演出，我们要演出，可怕失误，懂吗 ？Hello Martin， 杨雄是吗 ？Hello 斯坦，是吧？粉丝很可怕吗？不可怕，但是演出失误很可怕。Hello 阿鹏鹏，但我很期待蛋糕哎。蛋糕 ，Hello Steve， 生日会是有直播的吗？应该没有吧，我记得没有。是不知道这次主持人会不会好好接受我们？上一次主持人是我们自己哈。生日会有什么要表演的吗？没有啊，生日会这个部分整个就算可以算是一场演出了吧。没有 ，Hello 红 ，Hello 草莓酱，肯定是漂亮衣服啊！啊、哦，我还没想好的生日愿望，怎么办？大家，我很不想要过生日，有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我的生日愿望要许什么。Hello w e e。我要许什么？不能待十年吧？受精风的不要被主持人叫来抢走，太难了吧？想想我们主持人是谁？哎，去年的愿望再讲一次，不敢了。愿望是要看你。愿望不是吃蛋糕吗？我的生日愿望是希望可以再吃十个蛋糕。那我要先看姐姐这样子。Hello， 落日与笑笑，变白。希望能想出生日，过生日又不是为了愿望，但是愿望这个东西就已经算是一个一定会有的吧，所以就不想。认真看去年拿到的手绘南瓜梗，没关系，谢谢你去年来了，谢谢 Wiz 的看好你哦。Hello 呆呆，不可能永隔，待十年还是比现在的诗雅小，哎，现在几岁啦？诗雅二十，差不多吧。粉丝真的不可能，对啊，那就差不多啊。优秀的人太多了，真的。谢谢司机的 Popcat。いつも以上に綺麗だね。そうです。自分で言うかい。そうです。生日愿望扣打给你许。你会不会太贪心？你去年许了至少有12个哦。人因梦想而伟大，对的。不优秀，是很多站在你面前只说一句。Hello 梦涵 ，Hello 单细胞，谢老师还哭了糖果。说不定十年后我是队长。我担不起，才没有这么多什么东西，什么部分？有，肯定有，肯定有。Hello 六五八 ，F 五，多卡，嗯，卡。
正副乳诶，不一样的部分。啊，刮到耳朵好痛，什么意思？吹不到，好热，谢谢。谢父我的行李箱，驴子还是鹿还是驴子，我真的是不知道它到底是鹿还是驴子。就这样，谢父我的行李箱 ，Hello， 但是取最多人，对我取了最多人，鹿砍啊，奈良鹿。不是三枪，绝对不是三枪。什么袋鼠？小鹿乱撞，肯定是你取最多，又没有人叫你取它。我这样听起来很渣，渣到不行。给你们看，欸，它好淡哦，它怎么这么淡，看不见的球衣吗？鸡变好黑，这是上次发发直播说想要画图，但是他自己没有画完的东西，没有，这是今天画的，昨天没有画图，昨天在追剧，虽然他没有毛毛，不是尤鲁鲁，是被，对，我是被最多人求婚，哈哈。欸，不是，我不是，欸，我是被最多人要求结婚的，要求娶她的，这样应该不是 求婚吧。Hello Yep Yep 夫妇猫 Kent。 欸，他没有手，欸，我没有帮他画手，欸，突然发现有想过画插画吗？小时候有想过，小时候之前倒是真的有想过，就是帮姐姐帮大姐画一些什么小插画之类的。楼下，哎，然后是被最多人劝离，不要吃它。Hello， 贾奈伊，啊呜！现在帮瑞婷画的圣诞体，没有，我只是就是，你是说那个河童兔子吗？但其实我也是有稍微看一下，就是找一下。可以怎么画之类的，他很爱，对，他很爱，他很爱，我知道他很爱。Hello， 一帆风顺 ，Hello， 酷酷猫 ，Hello， 大家，收到题，收到题了，喜欢吗？我个人是很喜欢，非常喜欢，我自己还没有拿，因为没有进公司。Hello， 浩毅。通，那就算了，就这样吧。欸，不可能普通吧，我超喜欢欸，买个平板来绘图吧。有，我有张法法的平板，这样应该可以算有吧，虽然他带去学校了。保护色功能很大，对对，
所以我在 reset 的时候，我有想说会不会有可能你们已经拿到圣诞 T， 然后现在穿着我的圣诞 T， 我就看过去，哦，好多好多黑色的衣服，哪一个可以当睡衣？哎，不行吧，平板要长足大学，那就算了。其实也没关系，我不太会用平板画图。你不明白哪一个？你是哪一个？那时候还没拿到，超黑的。对不起，我下次会出一个非常亮眼的颜色。心情好的话，心情不好的话，心情有想到的话，一大堆去，让你记住我啊！我也是觉得我坏话的。美白如意的颜色啊，可是我去年就是白色，所以我才想说今年我要出一个黑色的，没有错，我是这样子想的。汤宝宝传了山枪的图片给我，下一页。Hello， 还有杨雄，不是应该出绿色吗？因为我想说，我的理念，我不动的理念就是希望你们可以买了它可以穿出门，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衣服吧，买了就是可以穿，不要一直放着，总觉得有点浪费。我的跟诗雅的太像，诗雅是什么？有可能呢。我需要修音，修到不行的那种。你国中班服就是绿色，太就比较不好啊，诗雅，诗雅，四个颜色，真的、哦？是哦，是哦。我不知道，画册里的就能穿出门。画册里的啊，什么意思？画册里的，你是说这种画吗？你是说那颗心脏吗？我要找心脏，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心脏。心脏在哪？哎，我心脏呢？在这。你是说这个吗？绿色的眼睛好，是没错。谢谢红的枫叶，衣服也是绿色，还太亮了啦。还有会版权警告那张，版权，你说 Alice 吗？哦，你是说 Demo 吗？小粉们带去握手会干嘛？给你们画图吗？你们要画吗？好啊，你们可以画吗？你们要画的话 ，OK 啊。你们帮我签名好不好？亮到晚上都不用开灯，太亮了。黑衣很难穿出门。快要冬天了，十月是一个即将要入秋的日子，对吧 ？Hello， 南野秀一，苏云一下小兔我鲁江，对啊，帮我签名。3月5号，太久了吧？我看一下，啊哇！换个人就能，下面不要放出。才不会空的，好不好？是啊，发很多文呢、欸。3月，哎呦，哦，
是真的蛮像的。嗯，只是想看画的实体，就是长这样。对，好，它是人鱼，跟之前一样的笔记本吗？什么的笔记本？乌斯玛萨 ，Hello 六。它在发光，我的天哪！滴摩，哎，不见了。Hello， 而且我还画过一个很可爱的孩子耶，而且他也是滴摩的啦。我怎么画得出来？我就问，好可爱哦！我自己觉得很可爱，真的很滴摩，他就是滴摩啊！下面的花什么花？它不是花，它不是花，它其实是有图片的，你就知道吗？漫画，嗯，也有卡酷，它是有这个图案的。我不是美术系的，我只是有学过一些，学过画画而已。違うだろう。そうなの？それ何？看一下高云爵，6241位，再增加，哇，再增加。就觉得我的版面很紧吗？我觉得好紧，太多模了啦，太多很大的模了。去学10年应该也画不出来，傻子！哎，没礼貌，我是小粉丝，粉丝数粉丝粉丝数粉丝数。世界の真似で書いてあるので本当に？すげえ。六二四一是我的粉丝数量，追踪数。刚刚发现晚来的，哎，不行哦。我是一个普通孩子。没有竞争力的孩子。姐姐回我了，她说什么意思？哪里来的课？我说要去找的那种。普拉斯 ，Hello， 新人店店长，对，你是6241分之一，你是那个一，谢谢普拉斯的枫叶。忙忙忙，哎，我没有回他们，忘记回了，算了，我这样子不好。哎，要不要看一下别人的粉丝量？看一下林佳妮的粉丝量，林佳妮比我多、哦。林佳妮，我的新宿舍新成员。林佳妮，6578。看一下现实。哦，他妈直播哎，对他妈直播哎，大家，还他们已经播完了，好像已经播完了，是不是？哇，小弟好漂亮！大家
小弟好漂亮。Hello 有一说一 ，Hello 弟，最多应该是小弟，对，才没有心结，就普通，我过我的，他过他的，大家各自好过。你这会不会也这样？还好吧，还好吧，他就在那，会吗？你觉得会吗？刚刚帮我加一，谢谢，太慢喽，谢谢。六十一 QA 是这样，六十一要 Q 什么 A？ 才没有，是不是这个宿舍除了这样方法，其他都比我多 ？Hello。你这个你有考虑吗？你还在哦，欸，我以为你关掉了，讨厌啦，我以为你走了。看一下他们才前辈的105.5万。哇，好漂亮，好厉害。Hello 吉米粥，哎，傻眼，还去社团。Hello TY， 谢谢吉米粥的 Popcorn， 对，我以为他走了。网页版挂停，哎，欸，粘着度很强是什么意思？粘着度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是痘痘也太大了吧，好烦哦。他在闹，挡住，什么意思？晚安，喝水，大家喝水。要被罚吧？不会啦，铁粉不是撞到，我不会撞到头，我顶多撞到我的脚。网络上有我们 IG 追踪人数排名，真的假的？按赞粉丝占比比较高，是啊，哇，那我怎么办？看一下我追踪，赶快看一下，赶快看一下，怎么办？不可能吧？欸，我没有一个字打对，我只有高打对，下一页。不可能自己的电脑不认得主人吧？变622了，我是33米，超后面，呵呵，多看多伤心，但他就在那，还好吧，还好。天天很厉害耶，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网语没有网语。哦，林果，林果都忘记。小黑的占比马鲁多，四分之一，你保什么？今天在发哈，我今天要发什么？对啊，我最近涨粉涨很快，最近涨粉加六，为什么算了？六寸放太久，哇！是不是要卖广告？没有，你说小黑吗？日更可能粉丝数会爆冲，但是我真的没有。那我要每天发一张我的图，是不是？每天发我房间的一个角落的。Hello， 看台，好。乌龟，
像有个600。哎，我的新单的沙发业配拼图 48 的那篇文最多。なんで？没有我生日提最多哎。我619、619、658、659，没有新端的沙发最多。这个月斜率蛮多，是吗？官方有图也是一个宣传，但官方的也泳衣最多啦，傻眼。但官方的台东更多啦，700。我一直没有讲完，官方的粉丝量也多吗？先叫去，我说按赞，对，记得神奇标注我名字的500加点我，谢谢，什么？谢谢 Plus 的掌声鼓励。对，那个就是看过就好了哈，看过就好。不能贪心啊，太下降了。可以游戏大概啦，最多哦，不是，那是观看数不一样。谢谢 QK 的银白芒花，什么荣耀？谢谢张爸爸的骷髅糖果，可以游戏糖，違う曲です。我跟张爸爸确定。想要，但我不知道我要唱什么，还在找，还在想，还在考虑，待考虑。谢威廉的银白芒花，没有米达 ，Hello 一开 ，Hello Win， 谢谢一开的银白芒花。ここには誰もいないから。b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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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2、3次没有啦，骗别人的，好像也可以简称，谢谢一台的银白芒花，那是什么 ？Hello， 8000岁，嘿，谢谢。请巴拉巴巴 Lisa 新歌还没有听的是谢谢刀剑神域，酷哦！我要去厕所，大家求一麻鸡。
又回来了。嗨，没有了吧？耶耶，哼，有我有我有。开了吧，我有，我今天有洗头，大家我洗完澡才化妆的哟。Yeah. 我是不是有毛？是不是我那边有毛巾？Hello， 美福，那边有毛巾，大家。听一下，听一下。谢谢麦夫的银白梦花，不是这个。什么意思 ？Hello， 阿红。今天根本就可以不用开台，我已经可以下班了。大家，昨天开太久了吧？我好厉害，开了快四个小时。可是抖音哥很不要，张爸爸又要说我下面，生气，气死我！Lisa 哥感觉就是要听柏林唱啊。哭瓦兹哥是的 ，Hello 一百零五 ，Hello 罗 ，Hello 月笑 ，Hello 大家，结束，好好刀剑哦，刀剑歌都好这样子哦，好酷啊，红闪闪是不是奇怪的歌？有女版哎、欸。
黄金双金翠 ，Hello 同心圆，听得久的，常听见是吗？孙燕姿会不会太久？我的靠面镜。直播里面的自己，然后后面又是一张我自己的照片，而且都是没有刘海的，我觉得哇，我有变吗？我是长一样啊，妆变了。先把旁边两个人遮起来，看清楚，我有变吗？你没有看见吗？是不是长一样？鬼灭，是不是长一样？妈爸爸爸爸，我最近在听《走建国路回家》，但后座少了你。头发变短啊，太短。那时候已经剪了吧，稍微已经在这嘞、欸。哦，对了，变短了。为什么放在鬼灭旁边？没有，因为那是鬼灭的大头贴。因为那时候我跟猫咪跟张法法去看了一下鬼灭的小展览，然后他就刚好有那个嘛超大扭蛋机，然后。然后就可以扭蛋，就看你会抽到什么，反正300块一颗。然后就我的里面就是我忘记有什么，反正就有两个代币。然后那两个代币，一个是可以做姓名贴，一个是可以拍贴。然后我们就去拍贴这样子。建国路啊，还是很好听啊，都退烧了，但是还是很好听啊。讨厌。今天的潘妮娜什么意思？才不是。
没有，这个之前很常听到。我之前不是有一阵子一直在播英文歌嘛，就会一直听到这首。但西洋歌真的是挺好的，西洋日本歌。韩文歌我也会听，但是我不会唱。Mina 跟姐姐有一点小斗嘴，所以、啊、真的、啊、真的、啊、交换了是不是？酷哦！明天还活蹦乱跳的话，就可以直接去买单曲，不行。联播不要，好尴尬，我不知道讲什么。不要联播，我就不知道讲什么。Hello 君彦 ，Hello MM，Hello 旅冠。你觉得粉旅冠？自己说。抱怨中。不行，你觉得粉丝？合同帮，合同帮。就是我的粉丝。Try to get to you. For you. Hello, why say hello, love? 才不是，不要在那边乱解读。Hello.Hello 大家，从一见我那时候，我只是说你是我的粉丝哎、欸。国民舞推，对，我是国民舞推，我是国民舞推的。斑马，斑马，如果真的要走，可不可以也带上我？国民学，哎，国民舞推。什么意思 ？Man， 看不到石头，真的假的？我的台这么常放哎、欸！我好黑哦，今天好喜欢，头发很黑，衣服也很黑，已经看不到头发跟衣服的边界了。推荐你，推荐你 ，Arcade， 我可以推荐你高音觉得喜欢的歌，但是有一首我忘记什么了。哎，真的是哭啊之歌。哎，没礼貌，喜欢台语歌，台语歌我还。等等，求你满足。谢 YC 的红玫瑰，灵魂不认识什么？我直接开我的歌单。谢谢 YC 的一百芒花，好谢谢。Hello 阿米，谢谢谢谢的厉害。猫咪，刚那是猫咪吗？可怕！哎，这个好那个、哦、好。之前的曲风、嗯、是什么？刚看了九尾的片段，我有瘦吗？我有瘦啊，真的假的？你看了什么片段 ？Hello， 薪水小偷 fan， 谢谢。之类的，浪与之间之类的，雨浪之间，浪与之间什么？雨浪之间之类的。这样你就不能再说什么我没有腿，因为有声音。
什么谁哈什么？他这边只有唱过《风筝的花》，对，《风筝的花》是唯一想推来。谢谢奈奈的一百万花 ，Hello 王乔美，没礼貌。我今天也有点圆，不觉得吗？我今天很胖，昨天哭太多了。然后花也有点，看起来变瘦，实际也有瘦，我在长大好吗，大家？没有 ，Hello Free Plus， 请推荐你《风中的花》，好好听，台语歌。今天而已啦，我在长大，我有长高，应该吧。Hello， 没有长宽，才没有长宽。今天下午比较近吗？没有吧。其实我这几天就圆了。Hello， 强子，不可以说说。所以说是什么？什么是什么？我没有，谁说的？那个只是平均，我还在长。吧？你说曲风吗？就是像雨浪之间，或者是花之类的，就是乐团。废话。Hello， 雨萍，肚子在长，肚子也在长吧。快乐天堂已经很少粮食好吗？看它多空啊，它很空啊，它好空啊，对吧？给你们一个高云爵冷知识，高云爵很怕海，高云爵很怕一个，没有边际的大海，不觉得海里感觉就会有什么大超大海怪之类的吗？很可怕哎、欸，我超怕的，我怕死就。还不错，还行，还行。很懂哎、欸，没礼貌。打风筝的话，对，是没错，没错，它是相关的，它是有关的，没有错，庆。第二个抽屉也会上，应该不会啦。对，我怕海。抽到耶！喜欢吗？你抽到了怎么样的？怎么指甲比昨天亮？因为变白了吧？你们看。超可怕，又不是你师傅，不觉得很可怕吗？就是感觉里面就不是那个海，就是海里面感觉就会有什么超级大，比你还要大的东西。对，台中人怕海，台中人支持 ，It's me， 嗨 ，Hello， 亚麻路福，不觉得很可怕吗？海是一个没有边际，然后你如果就是你坐了一艘小船到海的中间，你没有东西可以支撑的，你就这样一直飘飘飘，可怕耶！不是也跟爬爬去看过海是没错啦，就一堆觉得哎，你有好朋友，你有好朋友，你有勇哥好朋友。哎、欸，我已经很尽力让每一张都不一样了，可能最大的不一样就只有颜色而已。可能台中人怕海就喂，应该会哎、欸，你是在说我胖吗？怕海是可以接受，毕竟消波快的很。对呀、啊，下次不小心入住，对，汪洋中的一只鱼。哎、欸。没礼貌。
色好看。什么部分？我最近很喜欢用那两个颜色的笔写花生写跟东西。太美，透光区很漂亮。深海的，对啊，深海，我很怕深海，我很怕深海，我很怕比我大的东西。我就是那个老鼠看到大象的感觉，虽然是大象在怕老鼠。我很怕比我还要大的东西，银色跟金色。跟养成生态明信片真的只有颜色有差，对吧？哈哈哈哈哈哈。不会有机会去深海，但就是告知一下，我很怕。我都できた、おかえり。なんで？什么部分？张发发。潜水我不行，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在水里面，懂吗？就是在水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你可以抓住，然后你就一直在那边飘飘飘，不觉得很可怕吗？お風呂に行きました。あ、それ気持ちいい。お風呂。The venue is a losing game. Lord, I know, oh, I know. The venue is a losing game. 对，没有安全感，我不喜欢潜水。虽然我有干爹，就是有专门在教潜水的那种，而且他是开那种小民宿，所以我们之前每个暑假都会去垦丁玩。然后姐姐也有姐姐啊，我的干哥哥啊，然后什么很多人都有跟干爹学过。然后就是每次去都会去海边嘛，垦丁的，反正因为是垦丁，然后去之后也会他们也会带他们去什么小潜水这样子之类的，我都不敢去，我不要，好可怕，我不敢在海边游泳，我在海边，我就是在海边，就是海不能超过我的大腿，我没有办法，先不要，谢谢暗红的 popcat， 你很想去潜水，我不要，妈蛋呢。谢谢暗红的 pop cake。 会游泳，但是我不会潜水，不喜欢海边，浮不起来的人哎。海兽之子是什么？听起来就很可怕。每次看直播都想潜水，我不想要潜水。你有潜水颜值，真的假的？泡澡是泡的啦。搞不好我潜过。与海有关，水肺是什么？听起来很可怕。才不是，妈妈肚子里才不算。好酷哦，林果有潜水执照哎。Hello， 鼓掌喂。对山跟海都充满恐惧，还是水泥冲你这样？哎，山我倒还好哎，山我比较能接受。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也是会怕啦，我很怕鬼。都去儿童池可以，潜过最深一点。哎，那我可以玩泛舟吗？我觉得我不太行哎。最菜那种很酷哎，好酷哦！我想去球池，我好想玩球池哦。浴缸有深到可以潜水的吗？就是要自己缩起来的，但还是要怕吧。山不山上那种深山，那种晚上黑黑的，不觉得很可怕吗？
球可以淹过啦，球是可以啦。我是说海不能淹过大腿，但是一般游泳池的话 OK 好吗？之前学校的课程让你们有考潜水，啊，好可怜哦！太阳族怎么样？我是都市人哎、欸，哎、欸，没礼貌，我也没有那么黑吧？可是球池不觉得感觉就好了，好想要去球池。爬山怕海，就不是怕，就是不怕粉丝，就是怕粉丝，怕死，怕人啊，什么都怕。我不要，我不喜欢。我会游泳，但是我不喜欢潜水。潜水眼镜有度数吗？应该。我不知道哎、欸，泳镜是有，但是潜水镜吗？潜水镜应该没有吧？潜水镜应该可以戴眼镜吧？潜水镜这么大一个，可以吗？我不知道。哈喽夜店，喂鱼吃脚的那个吗？有的，好痒，我没办法。镜最多800，可是潜水镜不是不一样，还是看不到。你有这么深是不是你的近视？好像没有潜水镜有度数吗？那是因为什么？哎、欸，没礼貌。VR 虚拟好哎、欸，这个方法感觉就很适合去冲浪什么的。阿罗躺小小脱皮不行，吹上草头，这方法超喜欢。谢谢喜喜乐的骷髅糖果。对啊，曾经想学，但都还没付诸行动。去啊，你真去！高空弹跳，蛮想的。Hello， 经验。想学冲浪但怕水，我怕高吗？我比较不怕，不绑绳子的那种，是人都会怕吧。Hello， 志豪。
什么意思？哈哈。飞降落伞，哎、欸，我好想要去蹦极耶！我前阵子很想去蹦极，但是台湾好像不行，而且我可能到那边就怂了。国外才2000块，嗯，台湾其实有，但台湾不是不允许吗？没关系，李晨安。蹦极不是高空弹跳吗？是，是。哦，是吗？我不知道。还是你毕业去当冲浪教练？那你首先要有那个执照。你感觉就很适合做一些什么大自然相关的东西。蹦极就英语是哦，我不知道。谢思远的骷髅糖果。什么刻板印象？哎、欸，没有，你说张韶华吗？我是真的觉得她很适合。台东飞行伞圣地，南投也有啊，南投超多。这个好喜欢这首哦，推荐英文歌。要比是不是？有坐过热气球吗？没有。我应该是适合当一颗马铃薯。不熟的。你说刚刚那首吗？我只看过日文，我没有看过中文。哎、欸，马告听起来还比较有用。是台中人的。Hello， 巧克力草。Hello， Angel。哦，好喜欢马，不是马铃薯，好喜欢吃泡面。马铃薯。大家，我好喜欢吃泡面。长牙的马铃薯，哦，好棒哦！吃不完怎么办？吃不完怎么办啊？吃过最特别的泡面是什么？
金钱跟喜好程度来讲，首先最便宜的肯定就是排骨鸡汤面，好喜欢。没有啦，就是我很喜欢那种韩式的起司泡面，但通常那都有一些辣，所以而且也有一点贵，所以我不太会买。的思念，这首我也很喜欢，这首是 Moran of the Story， 好听。马铃薯其实很有用，养活很多人，是没？威力不服哎，香菜好吃。Hello， 南野秀一，没有那么多事。Talking with my Laura, she said, "Where'd you find this guy?" Say young people fall in love with the wrong people sometimes. 很好听，我很久没有放了哎，好喜欢这首歌。That's okay, you can end it's better for me. That's the moral of the story, babe. 花雕鸡哦，花雕鸡也蛮好吃的，我觉得。但我不是，我没有很喜欢它的面，偏细。我喜欢粗一点的。花雕鸡有点太一丝一丝，我觉得。自己放粗面是也是可以啦，但是我没有啊，我一定要煮成汤的都可以吧？他现在不是出了一个汤款，汤面款，鸭肉冬粉，鸭肉冬粉发发有，但是我没有，我忘记了。干拌面，我昨天吃了大干面，超辣，救命，我要死了，还好他有汤。印尼泡面最好吃哦，我的天哪，最好吃。对，依然有出，但是听说好像店里吃比较好吃。谢谢塔瓦的南瓜糖果罐，还有善良精灵，很可爱呢。塔瓦 ，Hello， 唯一买得起的干拌面。鸭肉冬粉皮好吃，真的可以当紧急粮食。但我其实觉得，就是各种便宜的，其实都还蛮好吃的吧。我喜欢 happier， happy， 是这首吗？应该是。谢林果的 NSD，Hello Valence，Hello 阿泰 ，Hello 罗志熙 ，Hello 火龙真人 ，Hello 时间103。双响泡蛙却有点太私心。日本又有节风味泡面，听起来我很喜欢起司泡面，很喜欢。就是整个是黄色包装的那个，或者是。其实都可以，就是都好吃。
而且韩国泡面的面会粗一点，我喜欢粗一点的面。炸酱泡面好吃，一包8块，救济大餐，因为看得出来吧。乌龙面不是，是 happier， don't be happier， I hope you happy but don't be happier。意思李晨恩，聊吃的适合吗 ？OK 吧，这时间不就是要聊吃的吗？看看我的快乐天台，今晚可点唱，请点，但我不一定会唱，可以点 this， 可以可以可以。哎，我手机没有挂，哎，好棒哦，手机很棒，手机微烫，手机要爆炸，手机很棒。Hello Steven， 买，快买！我不能吃，我长痘了。看看我的痘痘，不能不能看掉。更 lucky 更，再靠近一点点，我就跟你走。没有东西可以接，只能唱缘分。快乐天堂会维持多久呢？应该可以一阵子啦。这首吗 ？Happier 吗？Happy 啊！哦，好像真的蛮新的。我怎么听到的？酷哦！半夜2点，我应该是看不到哟，辛苦你了。噜嘛噜嘛噜嘛哒不哒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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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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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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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再靠近一点点，就会看到痘痘。不会，不会，抱歉，不会的。早上才下班，可以一个小时穿，太辛苦了吧。阿六，那你也是要吃完呢，不可以浪费食物哦。嗯哼哼，马尾语法圈到底是哪一首？马尾语，哎呦，马尾，语法变语法。만나지나사는스쿠스마아가초가가주사是是这样吗？만나지哦，那已经不一样，那是真夏。每小时这样，哎、欸，好过分哦！超自豪是怎样？哎，这是 SH， 我现在才发现。
跳过。马尾鼓哦，这边还在尖叫。为什么直播还要听 AKB 的歌？穿什么穿什么？嗨，不要，我不要。棒棒棒棒棒，没有云觉水煮蛋，谢谢云觉水煮蛋。你们看到胖的东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拜拜。哎，那有还好吧？不然听一下这个好了。又卡歌，啊，很痛。这个是原版，抱歉。哈哈。哎 ，Hello 罗子熙。哎，我很久没有听中文了。看水煮蛋，哪要看眼睛啊？哪要看点啊？嘿，残酷の没有棉花糖很久了。棉花糖料理，棉花糖饼干，棉花糖软饼干，棉花糖 DJ， 棉花糖慕斯，棉花糖鸡。当当当当当当。让让让。我不知道哎。唱会把直接醒来，傻眼。闭嘴，有歌。李承恩，我要吓死你！哇，你好真哦。确定你成，我操！点歌你不乌龟，不乌龟不乌乌，不乌龟是怎样？跟大家说，真方法沉推阿卡丽。不准接扛架。很熟是不是卡莉的卡莉怪妞。不一样。棉花团，棉花糖，我听过什么？我放过什么？
我不知道。嘿，观众，嘿，嘿，再见王子。Disney， 张爸爸要不要买 Disney？八十光年我还好，八十光年，八十光年的故事吗？迪士尼 Plus 可以买，可以不用翻墙看漫威，对吧？八十光年，八十。斯克鲁洛在干嘛 ？Hello， 哦哇，他长这样子是？哦哇哦哇，哦哇，确定他长这样子？奥汉宇宙，没钱好的，谢谢 Ken 的风耶， yeah！ 没有。什么胖胖？我不胖。巴斯克，真的假的？我不知道，看心情呗。YouTube 有电影库哦，可以租借哟。十二月有蜘蛛人，太好了。我瘦了，但这几天应该会胖了。这几天大爆吃，对他要钱的，租借或是购买。难得最近让我热爱工作，还好吧？我一直都热爱我的工作，真的。你买了，哭哦！可是我主要是想要看卡通啊，其实，毕竟我还是个孩子。哎、欸，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嘿，哈哈最近缺席的就只有浪梦的烤肉跟直播生日会直播抽签抽座位。没有好不好，欸，我真的直播都播得很久好不好，卡通就买巴哈的。哪家烤肉好吃？你说那家吗？闭嘴。嗯，因为只说热爱工作，明年六兰不会，怎么样都不会。铁砂龙 pass 不一样好吗？啊！谢谢 Sky 的行李箱。好像也是可以的，哎，好像可以哦，但是会减少我的放假天数，考虑，再考虑。
三次哦，那我又会不知道要讲什么，那要怎么办？阿六，给我闭嘴！闭嘴！嘘！哎，给你们听一首我最近听到我觉得还蛮好听的歌，《求伊玛吉》。但它很短，它只有两分钟而已。这边讲真的可以，真的可以考虑哦。热爱就每天，不可能每天。单点是，想要只知道吧，但是会负债。公演下来通常休息几天才能恢复，什么意思？什么部分恢复什么？体力精神全部，身体会酸痛之类的。隔天晚上差不多了，或者是后天，隔一天，或者是隔天，我是个孩子。跳一场半体力其实不错，但是我觉得还好，应该是肾上腺素加成，所以就还好。对，要先恢复任人的功力，我实在是非常すみませんでした、皆さん。哎呦，好突然，嘿，别动。对啊，睡一觉，不爱运动又爱吃，对，我是个不爱运动又爱吃。谁不是？想到大姐送的我生日礼物是一张，是一个，哎，结束了，是一个来的礼券，我还没换。开心的，嗨，私がやりました。向こうがやりました。どうしな、問題がみんなあの子嫌いでしょ。这首歌是可以放的吗？不是脂肪，喝的饮料。还好，福利熊与阿六不同地方有吗？这是鸭毛吗？这不是鸭毛吧？这不是鸭毛啦！第一次来，如果换名字会不会被我识破？你如果放勇哥的名字，我就会识破。私がやりました、あの子が始まるから、次は誰の番ですか、みんなさん許しはしない。嗨，刘娟，要对阿六喊请支，请支援收益，好好笑，阿六不要生气啦。
可是就认得啊，不应该长得差不多吧？闭嘴！はい、確かやりました。パッパラパン、パッパラパパン。へいへい。这个是 Hello 西兰，这个是枕头的。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算了，这首有点太冰了。说他暂停，然后自己唱这样。感谢们，这首超冰哎、欸！救命！虽然前面那首也冰。但这首的曲风也病，刚才那首倒还好。谢谢伯承的骷髅糖果，这首是什么歌词？音调都很可怕，但我不敢听。没有啦，敢听。但是我应该有放过吧？还是我就放？啊，我想听啦。不会通宵的，我在看歌，我在看我要放什么歌，应该没有人会怕吧？我也不知道，你们都是大人，你们都是大人了，应该还好吧？我也不知道，不要看画面。你确定你爱？はるか遠い遠い昔巻かれた首は人が欲しい人が欲しいのだけど呪いの靴は泣いて見つめ泣いてどこもならないで強く締めの我五岁。哎、欸，九号好，九号码头好好吃。ねえねえいい子でしょ可愛い子でしょねえねえいい子でしょ苦しいねえ愛して你怎么知道他昨天就吵着要吃热炒？你昨天有看他？你会看他台哦？第一次知道。直播他有问吗？哦，傻眼，居然是上一首。
好想吃热炒，哎、欸，蛮想的，但是人少会很贵哎、欸。你要请我吃饭哎、欸。哎，有心姐，嗯。吃饭，哎呦，好痛！哎，最近在练习 reset 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些转头或者是往上看动作，对，就啪的啪，我骨头一直在尖叫。暗红请客。私を見ている。我白痴哎、欸！我说关我差点摔死，大家你们有看见？你们一定有看见啊！我差点摔死，好尴尬哦！平常不是这样的，真的，平常不会是这样子的。大家，请你们忘记那一段。啊！真的，我真的，我差点哦，很白痴。但是我没有完全下去，我有撑住，我有站好，我有站住，我有站好。阿都叫老整，阿都你老整喽。哦，好气哦！输光爱情，输光爱情的第二段，我不是跟安安去旁边搜秀吗？就是摆 pose pose， 然后往前走，然后再 pose， 然后再 free 那个。哎，我是不是很壮？我是不是很壮？你有来哦，你有来哦！不是星空，星空我哪有没站稳？对，好，哎，换新鞋。是吗？我没有发现。真的吗？真的吗？我没有直吹。现场傻眼。我是不是真的很壮？对不对？我超壮的吧？就跟你们说我很壮。我在换，我在就是那种在家里面然后换衣服的时候，我都会就是不是会有手举起来的动作？这两块超壮，我就觉得我手很好看。超硬，超硬，但是看起来什么白色不是星空？星空哪里？对不对？我超壮的，我超壮的，我不知道我在壮什么。下次才要不要枕头丢过来？我会认真考虑，真的。除非我站在侧边，但我觉得我应该会去侧边。我想要去侧边，侧边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人接，而且我的粉丝通常都在侧边，右前方，对不对？右前方好容易。我没有练，我没有练，我的肌肉会自己组成，不知道该不该放，超主观的。对啊，直接整卷。十一来读一下，读什么？那种越来越，我是真的很壮，大家。我也不知道在壮什么。但是我又没办法读体校，你知道吗？我是体育白痴哎、欸，超白痴哎、欸。哦，我可以，我觉得我体操那种还行。但如果是那种奥运会出现那种运动，什么跑步、什么打球什么之类的，我那个我没办法，那真的是白痴。国文就算了，我说体校哎。欸谁把彩带丢在脸上？好，我丢。你们下次要指给我，他在哪？我会瞄准。
我真的没办法。Hello, Ben Ben Ben。我哦，对，我会，我不认得，所以你们要指给我啊！你们要这个，这个，你们要做一个 F 在这的牌子。对啊，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球拍有球的。比速度的我都没有办法、哦、我没有办法，对，要做一把 F 在这的 sense。 可是我觉得我会去侧边，我想要去侧边再一次。接近光头平头，哎、欸，没礼貌，他接到就100张，麻烦了 F。 哎、欸，我这样好吗？我这样不好吧？人家主要不是我，领过100张，这样会不会不敢接我的彩带啊？这样我2个月都没有人接，这样蛮难过的。3个月、4个月，线上公演到现在都没有人接，主要看人的，主要看的人不在。哦，我们这样讲很难过呢，但他会看我们组吗？哎，确定。本张小朋友的单曲，真的吗？真的吗？我还在，哎、欸，我怎么还在？对啊，哎、欸，终于是这样，这次有观众了，没有人接，好难过、哦。YouTube Music Premium， 听歌领广告，背景音发，不，背景播放。我都没有人接啊，好像被旁边打到了，就没有看到我的，就下去下去。Hello, Hello, 200张握手券跟 Staff 姐姐多要几个彩带，不行啦，这样子送你们哎、欸，怎么样你们？通常会到左边右边吧。新竹太远了，朋友。接到彩带一声推，谁接过我的？大家都很努力在丢。的朋友们了，孩子们，确定是孩子，要告诉我，你们要告诉我啊！第二排也看不到我的丢到哪，真的吗？谢谢暗红的 pocket， 什么婆婆美貌？怎么告诉我？盒子。还是接到人应该是会笑得像个孩子，你们接到我也会笑得像个孩子。嗯，我才没有体育专长，太远了啦，我没办法跟你们过哎、欸。
不知道啊，我说衣服或者是你们的视角，我就会知道了嘛。可不可以放现实啊？我不一定会看到就对了。但是我在开始之前都会看。贴到彩带后把它装进盒子里。哦耶，谢谢。不会，你们要让我看到。我会，一个小时内。不会，真的，你们都不相信我，哼，不相信我。对啊，我知道啊。哎，没礼貌。真的，Hello。给你们听中村佳惠 ，Oh my god， 我的声音没有了，没有那么夸张。别看就你。开眼前破现实，哎、欸，是要坐在这里不一定啊，要看我站在哪里。但我希望我站在侧边，因为侧边一定会有我的粉丝，应该吧。但是前中后我就不知道是哪里。哎、欸，没礼貌。特别，给你，给你，给你，喜欢这首，好好听。虽然很奇怪，但是就很好听。舒服。这首是中村佳惠的《その命》。要不要分享一下我的歌单？我的歌单很不固定。哇，这什么头发？我的歌单很不固定，一直在变。我没有一个做好的，完全。敏捷九九，灵动一点。走心一百，没丢到就拿出去，各位也，哎，不行嘛。我的歌单很旧哦。只是最近就是很常听这首，这首是中村佳惠的《その命》，还有《龙与雀斑公主》的《心のそばに》，还有《歌よ》。走起吧！啊，垂在地上，我要哭哦！我就直接丢掉，哎、欸。心里的面面啊。我不知道是谁。後悔のなって眩しい愛もない荒野のな。对，不可以吧？熊熊在后面。不行哦，二姐哦，我就放手。嘿嘿。给到西瓜糕，给
都是哥哥。阿六二姐，手机没电了，我要念榜了。第十名，手机没电的第十名，跑不动。啦啦啦啦啦，第十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九名是林国，谢谢林国。第八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七名是 Sky， 谢谢 Sky。第六名是淮淮，谢谢淮。第五名是飞鸿，谢谢飞鸿。第四名是浪客，谢谢浪客。第三名是四季，谢谢四季。第二名是玉超，谢谢玉超。第一名是庆，谢谢庆。耶，本来就二姐，嘿。你要看附近的人呢、啊。谢谢。对啊，左右也不接就很尴尬。因为我的在地上。下班了，大家手机没有电了，还剩下10%哟。看一下，看一下他拿谁的扇子，嘿嘿，丢不到，太远了，真的很远。大家，拜拜，皆さん、バイビーです。礼拜六见，或者是下礼拜见，拜拜，不理你，拜拜。